内男孩短裤才管南部夜店奇特文化。我在高雄有朋友说要去夜店，他就先带我去对面有一个槟榔摊，旁边蹲了五个人，就这样哦，喝着台湾啤酒，采完之后呢，这个人说好了，我带你们进去，有一个包厢空的，等着他来。哇！所以一直在点一个花呀。你们蹲在一起才发觉，张正豪脸真的好大，真的哎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